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DJ Vlog 第十集。很久没有做 DJ Vlog， 因为我这一阵子呢，如果你们有在关注我的脸书或者是微博的话，你会知道我都在内地宣传我的专辑。那回到台北之后，最近在做什么呢？三个字。Häagen-Dazs， 我的冰箱有吃不完的 Häagen-Dazs， 所以我每一餐结束之后一定都 Häagen-Dazs 一下。那除了 Häagen-Dazs 之外呢，还是 Häagen-Dazs。 你们应该也注意到我现在的 FB 那个不是大头贴，就是那个白安跟佳佳现在在我的封面上面。很有趣，因为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我会想到我2009年年底刚发《困在台北》EP， 那个时候对，《困在台北》。现在已经无法，我在还说，已经无法说困在台北了。如果真要形容我现在在台北的心情，用一个字。送这段可能会被剪掉，对。如果我还留着这一段，这么大胆的把它放在我的 Vlog 上面，那你们要快点分享，因为相信因为看到应该会非常的北宋，然后打电话来叫我，想吃 Häagen-Dazs， 现在口。